是 Lucy， 我是柚子，大家晚安。今天天气不晓得看不看得到月亮，灰灰的，灰灰的。最近天空都灰蒙蒙的，特别想念月亮。想念月亮。好，我们要 Q 到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做的一道料理，是月亮虾饼吗？那你知道它为什么叫月亮虾饼吗？是形状吗？或许是形状。好，欢迎有人知道月亮虾饼名称由来的朋友们。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很混？一天到晚就是要拯救小编。没关系，大家一起长知识嘛。对，然后你刚好像有跟我讲说，其实这一道菜我们会想到它可能在泰式料理，对，泰式料理吃得到。但其实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。好像泰国其实没有这道菜，是真的吗？还是其实是跟我们自己发明的，那也不错啦。欢迎大家知道了解月亮虾饼的朋友们，帮我们解答一下。那并且每天晚上的6点回到台湾你好粉丝团，跟我们一起看影片吃月亮虾饼，看美景吃美食，就这样喽，拜拜，拜拜。